Hello， 大家好嘛，我是 Mavis。依家我哋身处嘅系善心渡河神社，喺元敲步步揸车过去大概要20分钟。咁呢间善心渡河神社系九州三大渡河神社之一。呢间神社已经有400年嘅历史，但系就维持得非常之崭新，可见系几咁被当地嘅居民拥戴。行过呢一个鸟居嘅时候，就好似穿梭时光隧道咁。咁我哋参观完呢度之后咧，就即刻揸车去山麓市谷池村嘅纳凉花火大会啦。一个钟应该是真的放了一个钟的，我估真的放了一个钟。它停下什么的，是啊，我觉得它真的放了一个钟。因为实在太塞车了，我们到附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放烟花，塞了整个几钟头，放完烟花都未去到会场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揸回车落熊本，因为我们今晚是会住熊本的。原本今日的安排是会先去啱啱地震完的熊本城，但是由于落雨的关系，我们就改了去看室内活动的熊本熊部长了。假部長都未啊，部長，我冇電啊，部長。我依家身處嘅呢個地方就係水前寺城翠園嘅。喂魚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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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唔靚咩？幾靚啊？係咪咁樣翻羹？嗱，係咪咁樣？跟住洗手，然後再換呢只洗米只，然之後攞口。夹吧，系啊，然之后先至可以入神社。咁我点饮水啊？我想饮水啫喎。饮咯，你咪。咧，啱啱好装修喎。呢个系嗰个出水神社啊。哦。就系呢度嘅神社。经过琴日嘅教训咧，咁我哋就喺12点咁上下去咗隔篱嘅味千拉面伊土，之后就即刻揸车出发去山麓市嘅祭典啦。